شاطئ
ولكن هذا هو
那他天天总不休息的嘛，他做大爷爷吧，妈做人大爷爷吧，做阿做人长爷爷吧，天天做长爷爷吧，那当然是学生考级长爷爷吧，哎，你南京说的是通了，学生就通了，通了你把家庭的样式是拉完那些，全部是多啊，那你越来越没钱。平常就是说不讲，就是当然就传统的啥看法也不多。俺那传统的那个，朝鲜那边的，朝鲜那边的，干部这边，那不是就那个，中国企业的，开车的收入只要往那边，当然就干部这边。下个月收入现在就给到干部这边，那咱们谁做呢？俺们给到干部这边，多出来的朝鲜那边的，以前就企业的开车的收入多，当然就企业的差不多。가서가로가로가서미래를펴놓고그래요아니나도출근을삼바대고그래요아삼바대대고삼바대고지삼바대다지난주쇼장계속초초를준비해있는가리는몇개준비하지소담사에이미삼바대다다사는무지개뒤뒤는무지양하지다다음주소중소에되지는인지인지혼란을다펴고야구로中国人的第一个的第二个的第二名的查完名牌，跟那个他们查了几十年，那个拿了我们多少年？啊，那提起第二个叫他查我们公司，他就先稍微说说嘛，就那个那个那个第二名查完名牌，那少壮员工还是第二个，啊，那多少年了？看来是他跟你提起，提起那点老实，是送过来，可能外面客户的客人呢，常常到。不叫一个人，那都是培养那些个不叫一个人。这样大了，说说别头上的一个就重要的，要不是大不到了。啊，你干嘛那么做？就这样开到了？啊，你干嘛做？就这样还干？啊，你来呀，你干得多。啊，你干嘛做？都下下，你下不到钱嘛？啊，你顶住三万人头嘛？啊，你顶住公司那两万人嘛？现在他那个那个在操盘单里面，还是不大起不起，忙不了的。他咋的呀？两个总员就是上面的那些小员工是的，那个热闹的，收入大，收入是不一样。我那厂里的忙起来的，水果也看见了，不大工作。我那厂里，考完了，听说我考完了，不大工作的啊。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些，刚刚发的那天上头，我们那个怎么来的嘛？俺们这个后半段的那个是学。那改革的下乡，改革出来的也要出来劳动的。改革其实呢，外面靠外省干干太多。啊，你这改革前是怎么的？前头大量的开过，他都要改革人跟那些干部、那些老师们、那些老师当着呢。干些事情，他等到这改革当了那些个的，就是这批人的，就是不断不断忙给消耗掉了。哦，你这钱了呢？我这个拖拖不下来。然后有毛毛两千人嘛，这我们里面学的嘛，给我们困难都吃了白食，我直接上面不大忙的忙是学，啊，你听我说，不是不过出来做我们里面呀，这个广播农业给上面打，听说他们打兵家军人，其他都要穿过啥的，伢人要笑，然后再笑回来更大，我跟我说，这其他的你都出来做不打，拿了钱，啊你。像我们那个山东那边，毛蛋菜我菜要搞不起，南岗搞是，真的是人家生意太差。那第二天，你们看我们装备吃的差不多，第人家主要搞是团了。那你从上面搞搞是带些什么？你那么就是带些够的吧？看人家要不要了？他们那个广告的热菜，听说，听说这个连上我们都杀了出来。他们那从那个过年不收拾多吧？那广告东西就是连我吃我啥，连我用多。第二年两万块，这边那边用，他们这边也不差呢，没也不挣得起。按一年二十单也还是挣也不差那么多。你都晓得也不差，我先说。哦，他这个地方从来就不大不大那个东西，那你谁给把那个就说下去给不给我做的呀？啊，你各个慢慢去，不过穷了拖拉你都不行，你谁懂我呀？以前那些。看不到改变，只不过是给家添了点麻烦。当年妈妈拿啥什么搞，就嫁给他。他在一个年前的开始，收过了通过那个钱，俺那过了牌子了，刚一天，都是他的。他前两日还是个呗，下个月的，别忘了，俺给过了，搞了赔多，俺还家的家给退。
아니 내가 쇼라고 태미 동무도 냠돌 저번째 나의 스토마 이게 계속 쉬지 빼야고 제스 내가 쉬어야지 나와서 배래 개나와서 배 쇼라고 태 부모님도 저번째 스토마에 당시 동무는 개나 지침을 태기도 하고 아니 내가 내 개나 밖에 열라를 소원주의 너의 개나와서 꼴레쇼 약료를 대사에 내가 내 개나 쓰려다 통증을 쉬어주지 마라 계속 아니 내 개나 쓰려다 쓰다 떠오르 차대 예,나도 삶에 찍고 싶어 보았다. 계속, 계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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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싶어
信的人，你得看什么时候了吧？我的眼里头的那个天呢，这个高，天上高楼下头的生意多啊，我的眼里头上，他还在那个啊，养鸡太多了，他的养鸡照顾啊，养鸡照顾了呀，那这个场面就全都弄得起了，他那养鸡多嘞，拿我那边反正叫做老农一点，其他的产量那边这个产量呢，错错跟错错。我给常州这边拿钱，常州他没有，他在边疆那边那边联系我，联系他干什么？忙不起来，毕竟我花钱还是他的，我忙不起来呢，干点什么其他的？另外呢，常州说肯定有人能弄到这个，过去都是谁？我就拿他带着我们去去过的。啊，可是那边那边那个兄弟们车上就跳到你了，车上给菜了，看见，可能是你。熊大爷呢，常常暗叫，带去军马上找熊的，然后把他在那边上留着。他说：“俺家房子上的两个狗下来，那呢，马熊什么听到人问的都是学太那边，学太把小熊给拿起来给别人，吃不讲东西，他常常往我们那里去，你说学太了，他得多少钱？两个钱，你看你两个钱，那么交吧，干什么？俺呢，俺那个马家人呢，不是乡下人，不是马乡下人过去，肯定也没人过去。”你都是没想到做的呀，恐怕太难了，太难，恐怕没有想去学。那这样子他在这，他会变成就这个了。你就是刚才谈了嘛，这啊，说能学三个，给六万米小区，三千多人给查完，现场查完连接跑公司的差距，这些现在钱，这些现金钱多呢，这个也不多。但是那些朋友呢，两个不断跑到钱，说说去都可能不断跑到钱的。你这家伙留了两万五，天上，俺们那个了就，该那个了就，有了了就，有了嘛，看不清的东西明白了呀，我就去从这边挣的，来了就有了嘛，俺们不行的，见面就有的，用个肉饼的，天上，他怎么会叫我们你的这个人朋友们吃完送完那些钱，第二天把就要买大，天上，说是不给，说是开了我同事的，接着同事不大。啊，你他那些，他咱没一点，你去查了那个小区修的，那是不，都是那些个说先给买上的，这个你去过买的，把钱都买大。股，他咱没有碰到那两个都是千万的，说他们啥也轻松。我这个他咱那个条件嘛，差不多像他这个一个，查了好多多少钱，太多了，对吧？就是怎么统计怎么统账嘛，那就先统计这个资料，轻松。跟那阿香小军是那个群，我土著那就是在那真的就在那里过年前学起，他那么多山里面的人，听说，他那么多下线的，他那么多菜农家家，听说，他那么多搬家的，他那么多肯定没钱消费那个，今天人家当然给，这个啊，他那个肯定是错心不多，我提醒你他妈学得去，啊，今天他告诉别人。像我们这一个就不当把它当大，俺俩就那到昆山也是忙的啊。他到了昆山这个也是叫昆山去拿了带别的钱，团了回来。俺们忙团了回来了，说是那是缺氧了，轻松。他那个没加过，不放加过，不放去过，谁加过？一级加过，谁加过？那叫大过，就是他很久了，他放松，忙活了，反正三年级变八岁。给你一个大年代的吧，先生，给你这个这个是蛮好的嘛，啊，
很想给你那个人家告诉我爱我嘛，陪你去到你去人家告诉现在有老板天上，但我这边那个方面我是带着母亲种菜，他琢磨的那边得了螃蟹那样，说这个啊，对头休假，我不是不大不大那么那么学，啊，你给了时间那么作业，他这个不大不大谈到他，我说他说这个多少经济好不如从。那就是这些年吧，那这些道理给俺们，我们成天早上起来呀，下山，啊，那老爹们就说下山，哎，那就，这个农业早上做到，不就早上做，看一些个嘛，这河南到这个农村，出行方便，还是特别大，老人们上的高头，走路走路花钱特别便宜，给些人不给，给些人不给些人，告诉，感觉全部人都是吃的，是，估计下边的人光吃肉。啊，他不应该，他当然说的啊，做了总部嘛，他的他的很多啊，他的整个全国都他成都成都嘛，都整个全国过去他都是他的，啊，你这边呀，很多里面也不好弄呀，我退，我在厂里边弄不着，上面这边的厂不是他那也要弄的，啊，你这个是这个啊，双方商量的，对不对？厂啊，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弄的对，啊，你这边很多工作先写一写，啊，你别延后。这个啊，农民给全部四个人啊，这个老张啊，这个啊，那也是，俺们做学校的不就提多少钱啊？学生们慢慢过来，老张那也给谈到不了很多呢。土生土长嘛，那我马上学。啊，你们当干部的，做了就对，农民干部谈到那都是不能操，不会谈到那个那些嘛，我们干部一天天这个农民的同仁，学校的嘛。俺们那个开车就是差点要的，开车就下楼的，俺们不是干那的要的。俺们那这边呢，干活啊，我们这边的他要他就准备上农业去做啊。对面不今天早上嘛，我菜地早上去做啊。其实他农家的他们啊，那个我是不当不当那个人，俺们农民给农民给农民做的那样忙做给我的，吃东西这个，然后那个的开车不是不就开始。差的不给读书的，那后来我说，那大半个是都是写到那个糊涂吧，两个人忙活的，刚才看过去了吧？哦，我弟弟呢，他上个初中嘛，马上学，他今年三月份呢，不是他那天出来找我谈谈的计划，如果找他呢，我参与是暑假回来，这样子对接人家学生怎么这样子，他那开始哦，他不学。他们那个时候，希望我爸爸说的，养个兄弟多啊，一个靠了生活的人多嘛。我弟弟一个大老大，听说他开的现在车，上面都是两个钟头去玩。我弟弟给他拿吃的，啊，你弟弟啊，去做啥事？你弟弟啊，兄弟嘛，手工做那个材料来生的，啊，弟弟啊，你拿手工嘛？啊，那在国内的嘛，那边你个车这个车去干嘛去了？啊，你伢子说他在家里呢，这个车去弄的嘛？我以前还是很多的，是不是？前面全部都是，你是不是这么想啊？阿宝说，两个车车去加工厂，就我找他两个车，那你怎么这个上面的？我两个人都这，就我两个人都在，这就去。先说，我以前上班是学，俺大多年的就在那个学习干很多，俺大多年还是个学了很多学校的文化素养，我以前上过的东西，没上过那么长的课呢。俺那去，三姐姐带我去一趟。俺那去，俺们都参加毕业典礼去，确实吃了几天。今年俺们毕业去了三年的，我大伯那边呢，这边同学那边呢，是学都是学干净。那天这个的量其实没有上过来了，因为我身边的转的，还是的都是没些人，最近全部丢进来了，都那么有场面。但俺们其他新马的领导，然后就去穷从什么路穷，带着你的人嘛，如果要读医，上上大忙起了的，要不然穷从什么路穷从，你得不对象那个时候要回去，都是什么上上啊，你得什么，那个都是写上啊，你就是要学的，你当然现在就不行，除了干那些那个啊，工资那么涨得不了，既然对这个脾气有，那得是人民学的什么都是人家的。你吃的时间那些，吃的不比不上人家的，你吃的有没有啦？对不对？没事，我记得，
Thank you.